些什么？没有，我表面功夫没有，你在暗算些什么？我刚刚啊，对，他刚刚其实只是在自己弄东西而已啦。他熊猫还会有不同颜色哦，有啊，色纹会的，不一样的。墨水没了。褪色了，褪色了。上帝画到他的时候没墨，发现没墨水，就沾了水磨一磨，而且还要写很用力硬挤出来的。你为什么要流鼻涕？啊、快速直接被漂白了。好 ，OK， 通常就会不说喽。好好，他没什么特别，品味一下一点一四。好，那应该没有九九，跟之前不一样了。啊，对呢，拜拜，要换，他应该都一样。下来喽，纳吉，哎，还有谁？哦，哎，他还有随机传送，下一场我们随机丛林是什么？随机传传送，不是，就是直接飘下去。哦，跳伞飞的，对，下一场再玩。哇，吃橘子哎！那，你刚刚不在的时候，应该吃这么多了。他们吃一波了，所以他们是吃竹子可以让他们。你们看到这个在吃鼻涕的，绿绿的这个，还吃鼻涕。他们吃竹子会快速长大，就像这样对树哦，打什么世界了？哎、欸，好硬哦、喔！竹子，哎呦，好累，竹子也太硬了吧？又好硬卡哎、欸，好硬，好好累，这个分支赛绝对不会这样子啊！哇，太卡了，太卡了，太卡了！还有西瓜哎、欸，就是会挡人，就是那个东西在卡了，把它打掉了。我打掉了，我手在哪？我手在哪？好，你拿手上会更卡哦。啊，竹子可以吃吗？不行不行，竹子只能做那个，是会做箭矢啊，建筑用的材料，还有那个音架。音架不就是一样的东西吗？哦、音架就可以爬了吗？对啊，可以上下爬，可以爬，盖房子。白痴哦，我以为那个是人类、欸哦，超卡的。这竹子太多，太卡了吧？对啊，有猪欸，旁边有猪欸。挑战四武器的极致，压力测试。会不会刚刚断线，就是因为它这里太卡、啊？有可能，而且又是你开服的、欸，不是，因为我四武器是这个朋友的啊、所以四武器不同的网路连线，想说奇怪，你怎么没办法玩？1.14比较吃 U， 可是1.14.1听说比较顺一点啊，就是1.14很容易破图、然后改成多一个点之后稍微好一点。他有修正啊。那竹子，所以竹子只能喂熊猫。对啊。那熊猫可以驯服吗？不行，不行。熊猫跟北极熊一样。熊猫跟北极熊一样。所以熊猫就是很狂野。你只能带着它到拿竹子吸引它到带着走而已。可以猜猜。说不定它突然背叛你。可以踩踩竹子，不然它咬你这样。背叛也太可怕了，那我要先杀了猪，怕他背叛我。好丑哦，有人踩子看不习惯。那踩子是真的超丑的啦，哪一个啊？左右啊，不会啊，嫌弃他们啊，觉得很棒、欸。我用的还是之前1.13的踩子包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可以变回来 是？可以啊，用之前踩子包，他会吃1.13的踩子包。哇、哦！你是特地载1.13材质包吗？没有，我1.13材质包。你们在哪都是竹子、啊啊。我在竹子旁边。我在竹子旁边，旁边有工作台。我在竹子的中间啊。到处都是竹子啊。我把一个区域砍掉好了，我把一个区域砍掉，让你们过知道在哪里。啊，好竹啊，这张地图莫名其妙。你遇竹了吗？生病的熊猫没记错的话，可以投它身上挖史莱姆球。生病的熊猫是什么、啊？还真的有生病的、啊，我以为你在胡乱、啊。有流鼻涕的啊。哦，就是绿色鼻子的那个。我以为他在吃竹子啊，竹子也绿绿的。没有，那是他会打喷嚏什么？你们在哪里啊？我跟哈基在这边。哦、有看到你耶，我在角礁的屏障。欸、繁星，你超远的。你才超远的吧？他们在那边啊。他们在那边。是你对呀、啊，他们在那里，你在这里，所以是你超远啊。哇，我来找你耶。是我来找你，你个头啊！你是谁找谁啊？你刚刚明明说你在竹子中间，我就到处来找你了哈。你们不会是互找吧？没有啦，网内互找免费啊。所以你们在哪里、啊？所以你们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、啊，不用钱，不用钱。对啊，你们在哪？我还在一开始那里。我跟繁星在一起啊。嗯，你们看到 ID， 我看到 ID， 我们不管了啊！真的吗？
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。那我来盖家咯。盖家。这竹笋好好笑、啊。好黑哦。哦对、嗯、有竹笋。这边附近好多猪哦。想要去看看他们呢、欸。哎边界再说了。竹笋已经有石制品了吗？石没有啊。我有、欸。那先挖个石斧我们就去。搞事情了嘛来啊。对啊这下面有石头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边界外，停了，停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这边界外。那你过来，我的 Z 轴在安全区外，我帮你，帮你挖好石头了，七块。你要做什么，师傅？你们在哪？你抓，你抓，我都有了。哦，好。哦，我看到人了。这边谁？谁？你不该看到我们。自己人。那一定不是我们。对。是另外一边才对。跟繁星和乐融融啊！走喽，我要去另外一边。走吧。小猪，所以还可以跳到竹子上，哦、可以，可以。你放生就算了，连我的工作台都带走，怎样？就顺便嘛。哎，阿基，那如果竹子可以做工作台就好了。竹子可以做木棒。哦，竹子可以做木棒，是哦，还能做木棒，值得放，值得放，哇，哦，竹子还能做什么？好棒棒！我怎么叫僵尸神啊？哦，这里有露天的洞，所以你们有挖到铁了吗？没有，哦，那还这里挖到几了？哦，这里有个深坑，都没看到敌人呢。那有没有臭豆腐啊？我下去看看，我下去看看。好，耶，你们爱心。啊，不能驯服！这下面没有那个，没有他脚踏的地方。繁星，我以为你跟着我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有跟着你耶，就跟到哈基去了。你这样不行啊！不对，我怎么看到哈基？不是，那吉跟影月。我看到是团团呢。你在哪里？啊，不对，是他的头颅，白痴哦！啊？什么彩蛋箱？彩蛋箱，我看到哈瓜彩蛋。哈瓜、你说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啊？哈，我真的看到会动的团团了，会动的团团。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正在往前跑，你在往前跑。对，我头戴哈瓜。不对，我深入敌阵，我被包围了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繁星，我在这里。你走洞穴里面吗？你那个哈基的头也太那个了吧？很显色吗？你那个是秀的头，不是哈基秀的头啊？这个头我不要，呸！洋洋想来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在哪里？你跑出去啊！我们在哈瓜彩蛋这里。哈瓜彩蛋是哪里？不要跟你们好了，我自己生活。那个三，应该差不多几乎零零了。你们洞窟往外走，之后左转，直直走。左转，直直走。X Z 轴差不多就在零零。好，我来了。洋洋呢？我没看到了。我刚看到洋洋啊。你们有盾吗？没有，没有铁啊！从对面抢过来，有猫哎、欸！我来了，很多碳没有铁。然后他们背后，我看到团团了，繁星，我们两个人，他只有一个人，打他！哎，干掉！哎、看到，哇，是小雨吗？小雨，哇！不，你怎么可以打我家凡凡？在哪里？我看到 ID，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凡凡，完了，你要被吃了，你被吃了啊！我们两个打三个，擦一下，擦一下，三秒，三秒，三秒啊！他满血，左绕右绕，左绕右绕，我，哇！你输给喵哈，被烧咬死啊！跑洞里面，战神喵哈。喵哈种子，喵哈种子，凶巴巴，猫叫，对，那吉你一直直走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打架一下？没关系，还有那吉，直走右转，那吉右转，直走，对，我看到只猫，杀他，拿斧头，对，他刚杀了猪，杀他，再一下，哇！他自己，你做了什么？我赢嘞！鱼骨小子，杀技啊！可是我
我觉得砍到巧克力已经爽了。等一下头啊，好多人的头。对啊，他现在死掉都一定会掉头颅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不晓得会不会变卡啦、啊。嗯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都有搭的头，发际线头在流口水。最最重要的，哇！我们刚刚队友整个分开，都说我们在竹子旁边。你怎么跟小雨一样啊？他们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。我们预习了，我们在那个彩蛋箱，哈瓜彩蛋箱。猎头者，哈瓜彩蛋箱。下面有那个、欸，下面有指令方块，有指令方块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PP 过来啦。没有啊，哦、没有啊，我刚刚有开、欸，我刚 TP 的，我 TP 的，可是第哦，我刚开了，然后拿了你的那个秀秀头还戴上，可是好吵，这个秀秀头，对、啊，是秀秀的头、哦，我有看到，他是有 TP 的，然后头超大，头超大，秀秀的秀秀的大头，对啊，秀秀的头。嘿、欸，韩记，哦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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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敲竹子啊！这个超那个，是是小小笑笑，好笑，我的，哇，秀秀才，巧克力，秀秀才没长得这么可爱啊！在在，他是 TP 指令，对啊，他有用 TP 指令啊，所以他是有失效了，是不是？不然我开了你应该要过来，不能旁观。嗯，失效了，失效了。作者指令多学学啊！哦哦哦哦，谁谁谁谁谁？你在那个吓到？竹子啊，竹子！哇，吓死了！好多竹笋哦，是竹笋吗？种的啊，竹笋啊，种出来是竹笋。嗯，你要慢慢等，等它长大。天上那是村民跟那个吗？哎，你直接在竹笋上面再点一下、欸，哎，它就直接种上去。哦哦，哎、欸，这么帅气！我可以把人家关起来。就我刚刚在远方的时候，想说，我、哦、看到团团团团团，紧张紧张，然后靠近，都是头是团瓜，团瓜，一整个人到远远的看的时候，就感觉他有点被埋起来，团团被活埋了，白痴啊！这只是个幌子啊，西瓜上面一颗头，嗯、这地图太独特了，难怪诺卡、嗯、超卡。太甘蔗不是太竹子了，太甘蔗了。究竟甘蔗跟竹子怎么分别呢？都是一根哦。现在分得出来了，现在分得出来了。不要甘蔗不会卡你，竹子会卡你。嗯嗯，对。而且竹子可以做棒棒。对，棒棒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做木棒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现在连树叶也会掉木棒。对，是比较要少而已。两个竹子变一个木板，应该可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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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哇，哇，好黑，太黑了，哇，这干嘛？迷宫哦，啊 ，UHC Planet 啊。啊，英文写什么 ？Underground 吧，反过来吧，一点一。Underground， 你看反了。Underground， 一点一是 Underground。他为什么 UHC 跟那个是？他 UHC 是反过来的。对对对，我刚刚是看 UHC 啊。然后 PUN 脑子走啊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转转转转。Underground 版本的也。啊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复杂？不会啊，这要干嘛？看这个书。他说没有树，然后会有一些口，没有会加参加者置入其中，啊、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就是看拍谁，而且、哦、一开始会给树苗是不是？哦，一开始会给你树苗跟项目块啊，一开始会给一些东东，对，会给你一点点。嗯、不是他的意思是你那个参加者可能会变成树的意思吗？对，抽奖机太可怕了吧？对，这真的是 UHC 吗？这是。粉丝提供的地图，跨博，这是方块吗？嘿，好可爱啊！我跨东博，这是转蛋吗？我相信玩的就知道了。好，这个可以抽到什么吗？对啊，这可以抽到什么？他这感觉只是在测试而已吧，没有什么用途。他是测试的啊。对啊，测试版。测试版哦。对啊。好可爱哦，这个好可爱，真的。那超可爱。一群人围着这个很开心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他好像是只要在伺服器里面的人都会有。这个是不会掉牛蛋的牛蛋。免除。
很好帅啊！哇，自己侦测出这个应该算是类似抽签、抽签之类的，对啊，上面写抽奖啊，上面写抽。嗯，好啊，弟弟世界的 UAGC 啊！哇，好，下次会不会新增封岛世界的 UAGC？ 哦，我也不知道他出生会怎样，所以应该是会跑到地底里吧？对，应该吧，应该是吧，都给安德。我们就看着办。看着办，看着办。他如果一开始出生，我们进去卡在墙壁里面就拜拜。来了来了，会怕，嘿嘿，不怕怕，不怕不怕。是雪地耶，对啊，对啊，雪地。所以他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跑到地底，是不是？试试看。他这么说，我们就这么信。等一下会不会卡在刚好基岩的上面呢？对啊，这应该是雪片吧？我相信你哦，相信你哦 ，Go！ 哎，小黑，哇，小心脚下，赶快趁现在，哎，脚下，巧克力，苦力怕。